Hello， 刚刚用完中午了，然后断食第36天，现在体重77公斤，然后有特价买这个林凤营的鲜奶优格蜂蜜口味 ，OK， 还没开哦，你看一下，没有使用奶粉 ，OK， 它那个蛋白质含量比那个还顶。比那个纯鲜奶无加糖的 还低一点点，糖的话比较多啊，有加蔗糖。好吧，看一下吧，尝尝味道。你们看一下，帮我看一下，不要弄到。然后开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，这还不错喝啦，无加糖的益美。上面那个先不要弄，那个还可以吃 ，OK。然后我这样看。来，慢一点。我看看有没有上这么酸呢、啊？上面这个。它有蜂蜜的，应该不会吧？没有，好吃多了。蜂蜜的。嗯。蜂蜜的，哎、欸，真的蜂蜜味，这比较好吃，还有加糖。这减重是比较不好。哦，这个好吃多了。这不会酸的，这可以买，可是它，你再看，还没啦，这两天就吃光了。可是鲜奶优格有一个感觉就是很稀啊，它是有鲜奶的感觉，真的，就是很稀啊。上次那个开箱那个就是纯鲜奶，然后就是酸酸的，然后就是好像用酪乳那种感觉，它是酸酸的，它是很稀很稀的，不会像那个什么优格。不会像那个什么比较浓缩的那个啦，优格那个浓缩的好浓好浓哦。好了没？我吃了。OK， 好，好啦，还不错吃，反正是普通优格而已，特别生，不算是希腊式优格，希腊式优格是浓缩再浓缩的哦，那个好浓哦。不会，那个好浓，那个蛋白质很多，真的。你看这个比较一般的 ，OK， 还不错吃 ，OK， 好了，最后喜欢影片欢迎订阅，拜拜，再见 ，OK， 拜拜，再见。